为什么？蒙古军虽然气势如虹，但是如果他们攻城，我们誓不打开城门，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。燕京绝对不能失手，派救兵就得打开城门，城门一旦打开，我们必定会失手。 父皇，是啊，江山为重，是啊，江山为重，朕愿失去一个儿子，也不能把大晋全部失去呀！陛下，陛下，别再说了。 既然如此，求陛下格外开恩，烧开城门，让小人与赵王并肩作战。小人一生受恩于赵王，能为赵王死，是小人毕生无比的光荣。
小心！还是六儿厉害呀！来人，打开城门，迎接六儿！是。